Vâng ạ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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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m vào bảo mình ra. Dạ.告诉你，要干架，约个时间地点，我跟你单挑。不要仗着人多给我磕烂饭。大哥，大哥，走，这里呀、啊，走呀、啊，走去哪儿？啊，你跑啊！花想，怎样啊？舒服吗？啊！操你妈！你刚说什么？你说打架约时间地点是不是？我他妈要现在好不好？请问一下，你妈现在有空吗？啊！警察，好的，大哥。警察说你好不好？你妈下次要小心一点。对不起，
等一下，你流血了，我帮你擦擦。我快救你在这里掉了一次，会不会太爽了？哇！哎，帮我扶一下啊！等一下，你好不好？啊，给我手住！小心！哎，闪开！走走走走走！掌柜，李大，别在马路上乱跑，危险！啊，太多警察了，那连着吧，帮我留一留。是不是要闯祸了？没出息的家伙，不是逃学就是泡妞，再不然就是飙车。快速快速！打架了没有？是他们先动手的。快速！他们先动手！他们先动手！你们还敢？你们还敢？我们是救兄弟，我们是救兄弟。你的制服怎么洗了？在学校沾到墨汁，回家就洗了。好，吃饭。救命恩人，我们是来报恩的。我去找教官。同学，继续写考卷。老师慢走。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于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裴雨燕。裴远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同学们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不是我要说你。你不要替那些坏学生说话。我没有替谁说话，教官，你问我看到了什么？我只看到了一群人打一个，这是不对的。哎、好了好了，我不管几个打几个，反正他们就是打架就对了。教官，那天只有我在现场，我最清楚，我最了解。裴雨燕，你是 A 段班学生，不要一直跟那些放牛班的混在一起。可是这跟成绩没有关系、啊。我问你，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这件事啊？闻到烟味还不承认啊，教官？
哪有烟味？你鼻塞啊？让我找到烟，一人一支大过。他们给我出来！打扫时间不好好打扫，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你们这些放牛班的学生真是害群之马，想不想毕业啊？李燕，有没有看到烟头？没有。走。教官，没事的话，我可以回去尿尿了吗？不知羞耻。谢谢教官。拜拜拜拜。在哪里？看不懂啊，这样手才不会有烟味，懂吗？什么？了就是知道的意思，所以了了吗？了了。我最喜欢有义气的人了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叫红豆，我在24班，我罩你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？看什么东西啊？体力过剩嘛啊！我好好的坐。啊！啊！我坐几下了？啊！啊！啊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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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啊？你这个头发你知不知道有多长啊？啊？明天来剪啊，剪了以后啊，给我看到啊，过去。嫂子，如果你愿意跟我，幼稚。哇，嫂子有个性，我欣赏你。走了，慢走，拜拜。走了。好了，走了。哎，三，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干什么？找死的！不好意思，哎，上车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可以当朋友，你就打开来看；如果不想，你就扔了他吧。哎，同学，你就先拿再扔，别耽误大家时间，快上车！现在开班了，不好意思。记得你侧脸轮廓。
火，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，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，可以不相信永恒，可以不在乎拥有，可以鼓励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。公车啦，晚上要去补习。补习？晚上的事情晚上再说啊。走，我请你吃冰，顺便介绍我男朋友给你认识。不用啦，我等一下就要去上课了，怕来不及。我上次还没谢谢你呢，记得吗？你救我哎！哎，可是我一定会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讲这句话已经严重侮辱到我的人格跟智商哎。你哪时候有智商？是不是兄弟啊？讲的什么话、啊？站着，你脸很臭哎、欸。喂，你们三个吃冰不约的。喂，嗨嫂子。什么嫂子？你不要乱怪我朋友好不好？是兄弟啊，你来干嘛？就是阿奇啊，不要理他。站着，我男朋友于浩。喂，谁是你男朋友啊？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？嫂子这边坐。你讲话注意点，嫂子早就叫了。全校都知道浩子要把裴雨燕，你不知道。对不起。哎，嫂子，裴雨燕，喂，嫂子。哦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约好。闭嘴。阿奇说真的吗？站着不说都对。我说的都是屁，怎样？走吧。喂，红豆，红豆，红豆。裴雨燕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红豆的男朋友。我不是你的谁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哎、欸，你生气了？我跟你又不认识，我有什么好生气？裴雨燕，红豆，裴雨燕，红豆，拜托你不要闹了，再让我把手剁了。红豆，我们几个只是哥们，我们真的是哥们。于浩想追你，没有跟我说，我不爽。故意闹他的，你不要误会。对，他真的不是我男朋友。我们真的从小一起长大，不过红豆只长胸不长脑。哇，这很痛啊！啊，就是啊。哎，你只有胸，哪有脑啊？亚春姐，你们慢点啊！哎，不要再打了啦！我扁你。你都是用这种方式追女生的吗？我没追过女生。你是第一个。第一次坐摩托车吗？啊，感觉怎么样？都好吧。啊，你说什么？
我说风很，我说风很大啊。啊！不错哦，刚失恋有机会。你当我傻了？哎，找到！哇，哎哎，这是你见过的扇子。哎，我先塞积碳，我换了新的，快要泄气了。哎呀，我是不是？事情阿豹已经有跟我说了，都自己人，待会下场尬一场，不管输赢了，事情到此为止，就这样 ，OK？ 我跟你尬了。哎，阿姐，什么咖？跟我兄弟尬。没事的。玩大一点怎么样？双载敢不敢？啊，五哥，现在说好的不一样哎，多一个人而已。你现在是担心宇浩会怕，还是担心我改车不行？双载可以啊，叫他自己骑啊。你娘的！你们这个事情调到最后变我的事情，那现在呢？不关你的事，下车，下车。有个马子给你载，上了吧。会怕就把眼睛闭上。
晚安。嗯。等一下。这个。谢谢。好了。你骑车小心。嗯。晚安。看屁啊！这个怎么样？不要。哎，还是这个。不要。得不六十哦。真正要唱口调，互恁袂听，叫师傅俾我，我发一个。好啦，后一场你啊，就叫你我啦。
教书要给你画，你就要阿弥陀佛啦啦。哦，你是母唔见个咧爱，你是我那个神啊。叫我朋友离开，有事我们再瞧。还小哎，打！你们先去，不要，不要，打再走，打，他们来着，再去啊！上！在这里，别出来！可是他们，听话，我马上回来。报告这个妹不关我的事哦，我下面都不知啊。国家有你的代志，你个唔强气啊！今个对外面阿你的代志，你乖乖出得出来，今日无无无这代志，啊！在家就很无聊。你不能一下，哎哎，医生，别生气，有话。学长啊，就是学长你来了，少说一句嘛。让开，学长，你威风啊！你打架，你了不起，你了不起。好了，干什么？
在这边打小孩给谁看呢？所长，我是于浩他干爹，他不是坏孩子。最后你要背叛了。不是坏孩子，不是坏孩子，都把家店给砸了。那要真坏的话还得了？你说是不是？我人无代志就好嘛，就是背上的问题啊。我看是人拖灯的高富帅，那是点叫的损失的，咱一人负责一半。好啊，我看你爱赶紧处理啊，卖可能未做生意啊。是，田教授，我顺路回家送你。不用了，我有车。回家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我先走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于浩什么都没有做，是他带一群人进来，十几个打一个。是哪一个？我调口卡给你指认。不用调，就是他。回家。你老要处理，我等下理会啊。走。嗯，兄弟们，哎，泡茶。哎，好好好。阿辉，泡茶，好，泡茶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没事啊，没这么严重。啊。跟你爸妈道歉。翅膀硬了，不听话了是吧？回叔，是他们不讲理，不关于浩的事。回叔，事情是我起头的，要怪怪我。对了，事情还没有解决之前，乖乖给我待在村子里，哪都别去。你们两个也一样。要赔多少钱？没你事儿。祸是我闯的，我负责。你负责？我也负责。我们一起负责。干什么？你们负责？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呢？你们负责？不管多少钱，我都要扛。你扛？我要你扛！我们没有错，放手！我们没有错，要你们一起打。别回来。大哥，嫂子，是我失职，我疏忽，是我没教好，对不起。飙车的事，我慢慢跟你们算。耗子，飞叔，耗子，耗子，让他静一下。麻烦你了，校长。您就不要客气了。于燕要到美国去读书，学校会全力的配合。这是他的毕业证书。谢谢。麦克风是一二三三三三三三。OK。给，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年十五班的于浩。因为某些原因，我不能参加毕业典礼，快点！所以我要先在这边跟你们发表我的毕业感言。高中三年，我们穿一样的制服，背一样的书包，听一样的，但是我们身份证是不一样的。
诚心来帮我们解决问题，用诚心来决定我们未来有没有出息。是放牛班的，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，不过我要说的是，考卷不能代表我的人生。你警察路跑，我这么的开除刑警哦。下次请早了啊！来了，我被地面警上来。赔偿金120万嘛，哦，就这吧。你们60万，我60万。问题是你这个干爹，警察不去卖血啊！捏脚啊！啊，脚脚的话，30万，这是不是中华罪？后手30万呢？是你要还了、啊，还是你干爹要还？还是你干爹的长官要还？啊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想办法还你的。我们会帮忙一起还的。我可以拿我爸暂时收点证出来还。哎，另外，你们三个哦，真的很像年轻时候的我，我也真的不想看到你们三个走偏了。哎，没别的办法了，就当暑假打工好了。你们觉得嘞？要不要问魏叔？你傻啦，没事找抽。哎，这事情是你惹出来的，谁傻啦？他炼丹做到刚好啊。你不那么冲动啊？好了啦，说真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。喂，讲的什么话、啊？兄弟的事就大家的事啊。你们跑去哪啦？哇靠！不好意思，要跟你报告一下、啊，我姐妹翘家了，你们谁可以收留她？我，嫂子可以住我家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不干你的事。翘家。你这顾问你白痴啊！嫂子跟你说什么？有啊，但是我不想跟你讲。Thank you.
这些都是阿奇送的。等我一下啊。其实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啦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来，我们去客厅，我们去客厅，去客厅。你饿不饿啊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没关系，我刚在红豆家吃过了。你吃过了？嗯。炸酱面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从小吃到大啊。谢谢你。哟，黑人逃家了，你他妈最好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回叔，裴元他半夜……你闭嘴！一条毁损，一条伤害，你还想多加一条诱拐，是不是？回叔，不要怪于浩，是我自己来找他的。你爸报警了，回家吧。我18岁了，成年了是吧？好，那我跟你讲道理，我现在给你两条路，一。我叫你家里头来接你，二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家，你选一条。回叔，他爸爸要他去美国。你闭嘴！决定好了没有？我会回家，但我希望您能陪我走这段路。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。慧叔，我爸要我后天去美国。恭喜你啊！有空啊，常给耗子写信，鼓励鼓励他。可是我不想去，所以才翘家。如果您要我走，我会走，但是我不会回家。你恐吓我呀？是恳求慧叔，于浩没有诱拐我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你这孩子在想什么呀？有多少人羡慕你有机会到美国去念书？我要有办法，我也让耗子去啊。可是你们的想法未必都是好的啊，慧叔。我真的不想去美国，我拜托您了。回家吧。上车，上车！我不想再说一次。爸，不想去费城，我也不想念会计系。爸，我拜托你，不要逼我，我不想再做不想做的事情，你让我做回我自己好不好啊？Fine， 就当我没生过你这女儿。慧叔，我都无家可归了，你还要赶我走吗？慧叔不是要赶你走，你们还年轻，爱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慧叔不希望你将来后悔。慧叔，从小到大我都活在我父亲的规矩里。几点起床，几点睡觉，几点念书，几点吃饭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清清楚楚。我一直以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，直到我遇见了于浩。承蒙你看得起于浩，但我必须说句老实话，
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在一起不会有结果的。慧叔，我喜欢宇浩不是因为他帅，不是因为他会逗我开心，是因为他让我变得更勇敢更完整。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后悔，因为这是我的决定啊。我的名片压在家里茶几玻璃底下，有事打给我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蛋煎得有点焦。来，谢谢。以前我们家种了很多辣椒树，不管是红豆他家要做炸酱面，还是隔壁张妈妈要卤牛肉，反正谁家辣椒都会来我家摘，吃不完还可以做这个剥皮辣椒。后来我爸妈走了，辣椒树没人顾了，就哭了。其实这些辣椒都是阿奇他妈妈做的。啊，阿奇他家就是巷口那家杂货店啊，如果你想要什么你就去找他拿，反正回头我再跟阿奇算就好了。我能吃一口吗？好啊，来。怎么样，辣不辣？很辣是不是？我去帮你倒水。伤风败俗的裤子给谁穿呢？你穿什么伤风败俗？穿给其他客人呀！我要搭档，上个飞船去。这些都是朋友给的，如果你不建议别人有穿过的话，你可以挑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
谢谢。哎，这件不行，这件不适合你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回个电话。啊。哎，这件真的不行啊。好，奎哥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我会处理。我接了一个工作，我老板给的。什么工作啊？安管。安管是做什么的啊？安管就是，很像纠察队，我扇子还有阿奇，我们三个会一起。你们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啊？我可以去看看吗？是于浩奇的，怎样？碰不得是不是？没有了，包哥。可是他现在跟奎哥，奎哥啊，对啊，他妈的奎哥就是我爸死的。我他妈今天要干什么？他还不敢怎么样？只要听懂。懂。再来，拍谁啊，包哥？包哥拍谁？单子，我先出去。浩哥，我好像出事了，走着慢走，我去看看。没事，你先回去。三子，帮我送燕子，你小心。我送。我送你回去，你去帮他吧，我自己回家就好。不要叫我送你的，我不是说过不用了吗？平安到了就好，我走了。他这样算不算黑社会？不算。每天跟黑社会混在一起还说不算，谁相信？我相信，阿奇相信，我们这一票认识于浩的朋友都相信。
我走了，上次。以你的条件，要什么条件也无。自己母甲袂煞咧过过，敢袂伤歹看啊？因为他是于浩的女人，我他妈就不爽。奎哥，要不要帮我？恁爸真有你气势啊！卖回家就好啊。反正我们又不是第一次，要不？阿杰。你怎么还没睡？舞厅太暗了，我不小心摔了一下，没事啦，小伤。那你下次小心点。嗯。你身上都是烟味，还是少抽点吧。晚早，你起来了，准备吃早餐。等我一下啊。我们从六月十号开始打工，到九月十号之后，我会找份稳定的工作。这段期间，你就专心念书，准备联考。走啊。你们舞厅还缺人吗？我想去打工。那个地方不适合你，你不要赌气，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。我不是在赌气，你为我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换我来帮你啊。我们两个一起努力把钱还了，然后重新开始。哎，吃早餐了。可是那个地方，我先去刷牙洗脸。哎。我觉得你不该让他来的。我知道，可是他坚持要来。放心啦，我会保护他的。跟你说。我一个礼拜没抽烟了，很好啊，继
继续保持哦。那可以亲一个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啊，就是不可以。一点奖励都没有。那你把眼睛闭起来。好啊。记得暖暖的夜空，记得你侧脸轮廓，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，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。喂，你要耍我？谁耍你啊？我刚才有对你啊。哪有啊？不在乎拥有，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。阿芬姐，我电话里面订的好了吗？哦，好了，快好了。哎，然后我还想要再加个青菜耶。哎，燕子，哎，哎，谢谢阿姨哦。不好意思。你们以为你们在干什么？回来了就看了不起吗？啊！信不信我把你们全部都抓起来，抓起来！回叔，阿姨哦，我去下，你马帮帮忙。被开音啊，当天搞了。警察领钱，身份证拿出来，快点，快点，上哪去？耗子，上哪去？快说，走开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叔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们有事回家说好不好？叶子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奎叔，我相信宇浩，为什么您就不愿意相信他呢？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，谁要敢给我混矮骡子，你们混一天我抓一天。夜总会那边呢、啊，咱们人手严重不足，你帮我去那边呢、啊、盯几个月，赶快让他上轨道。看你要找三只阿奇过去，还是你另外要找人？另外找人的话，找一些能打的，要比他更能打啊！奎哥，这跟我们当初说的不一样，你找别人吧。我是在给你机会，我在栽培你，看不懂吗？还是你以为我庆奎会没有帮手吗？钱还没讲好，所以你对你兄弟没办法交代，是不是啊？简单嘛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已经答应我女朋友了，承诺比钱还要重要。希望奎哥也能记得我们当初的约定。烟很臭，奎哥少抽一点。我先回去了。
顶着呢。大宝贝，你借钱了？和他们多不？我现在不是条子了，我代表于浩他爸爸跟你讲话，你给老子听清楚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于浩在你店里多久，老子就弄你多久，弄到你跑路为止。你哪不是贼头啊？你被三个人拍掉了，你不信吗？我说你再害命，我一万两身还红。你可以试试看，看谁先死。不好意思，我家这个门有点难开。不好意思。谢谢，换你洗了。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忘记拿衣服。三组贵宾，九点一组，十二点有两组。九点这一组陈董，他特别怕吵。好，你要记得给他安排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就拜托你了。好 ，OK。是，就是宇浩是吧？对，我是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做什么？放开我！做什么？放开我！警察！三子，是哪样子？我就是我啊！你他们又不认亲啊！阿芬姐，有没有看到雨燕？她刚刚不是从舞台刚过去吗？你杀了他！放下！放下！
下，放下，放下！张巨货啊，还想跑、啊？栽赃我！闭嘴！不是我的！谁密报就是谁栽赃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，我教你啊。这小子我看他长大了，他不会碰药。置物柜的钥匙有几把？之前有多少人用过？备份钥匙放在哪里？这些你查过没有啊？我办案不用你教，有意见找检察官说去。不要跟我说，笔录给我。哎，你别闹了，在哪把你铐起来，不让你铐。文叔，你刚才去哪把你铐里面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的？夏子，夏子，发生什么事？我杀人了。你不要乱来啊！靠近，夏子，夏子你怎么了？你讲话，夏子，夏子你听下去，讲话，夏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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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杀了谁了？
二叔，跟我爸说少喝点。走，二叔，他妈带三子去哪？喂，给我老实一点啊！三子，二叔，你不是警察吗？看一下三子好不好啊？二叔，燕子呢？他回来没有？啊！你说话！让开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燕子！等一下！哎呀！燕子，我是让你开门！吓你等一下！你让开！等一下！加入黑社会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？信我！回去陪燕子吧，他只有你了。
你小心一点啦！我是出一张嘴，该开门啦！要开了啦！吵死了！好，走了。喂，坐是坐一半了，小声一点，叫你小声一点。你才小声一点！你都已经好了，前面吵死了！你才吵！谁吵？你呀！我最好是吵。就吵。好，这要放哪？客厅好了。放房间，这样早就可以弹了。白痴哦，就是让他走出来啊！谁白痴啊？好了，嘘，不要吵，安静一点。好了好了，谁吵？吵，闭嘴。嫂嫂，借来的，借来的。皮蛋他爸是活动中心主任。这钢琴很久没动了。不知道音还准不准，你可以试试看。燕子，我跟你说，扇子啊，他提早入，结果抽到金马奖，哎，有好长一段时间都见不到他了。不过啊，他说可以写信给他，只是他不一定会回。对了，我想学钢琴，你可以教我吗？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先走了，交给你。谢谢。他干爹，我有事情要告诉你，医生。医生，医生，
这边号。来，右脚你先拿着啊。你喇叭怎么在呢？要吃什么呀？哦，我要两个油条跟两个包子。油条两个，包子两个哈。毛里包子两个哦。太热了啊！
Entendí que la forma de ser.今天你他妈逃不掉了啦，陈头发，我跟红豆的大喜之日，山哥，山哥，怎么认不得了？皮蛋呐、啊！哎，那皮蛋，哎，到路口指挥下交通，把车全部停到篮球场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哎哎。百年好合，我要结婚了。还有这个桌子怎么搞的都没有 setting 啊？桌子怎么这么空啊？我的老天哪、啊！人都去哪里了？扇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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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扇子。你他妈的死去哪里了？你怎么还是那么帅啊？哎，新娘子，你马帮帮忙控制一下好不好？是我比较帅，今天是我比较帅，好吧？好了好了，你今天帅死了，扇子走，我带你去找小燕子，走，扇子。哎，红诺那个，你弄一下东西，哎个屁呀、啊！燕子，你猜猜看谁来了？燕子，小燕子，燕子，
你们俩先好好聊一下，我去外面忙。扇子，你不准再跟我闹失踪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回家？进来吧。浩子啊，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，扇子回来了。红兔跟阿奇要结婚了，等到辉叔回来，我们一家就可以团聚。你一定要记得，保佑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对了，我跟阿奇、红兔开了一个公司，这几年有挣了一点钱。我们把一部分拿去给单叔叔当家用，剩下的都帮你存下来了。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偷的，后来才知道真的是借来的。这个傻瓜，风琴跟钢琴他还是分不清楚。啊，你今天一定要帮阿奇挡酒，千万不能让他喝醉啊。小燕子，你还弹琴吗？很久没弹了。事情。
麻利，合而为一，你留下。那里合而为一，你留下。